拜，我们的房间。出门吃早餐，是我们的早餐燕麦粥蛋，这应该是番茄汤吧？这培根看起来不错。早餐就是这个非常欧式的，这面包看起来不错。肉花花草草，这个东西两个都加，两种，对，两种，好，那就好了。这是我的早餐，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会吃起司吧？对啊，因为呢，它长得很像卡通影片那个老鼠啃过那个，感觉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你喜欢老鼠啃过就对了，正常版的不吃，是我的。看起来蛮漂亮的吧？对啊。这是什么意大利女人类的？我想说吃看看。我先吃哪一个？吃蛋好了。没啃草。炒我看起来不喜欢，欸，但不错了。后天换我吃的起司，杰力所吃的，嗯，这东西是平常不会吃。对，但你来不吃你饿死。我之前都在德国家吃的香肠，欸，很好吃的，虽然看起来麻瓜，嗯，不错，真的没有油脂感，不是麻瓜湿掉的感觉。等下回去拿，不会很咸，哦，就好，嗯，是，好吃，好，麻瓜。早餐在这么优美的环境当中吃，对呀，这个桌子摆成那么漂亮，你们包括这个蓝莓之类的，好酸的，这面包口感很硬，我知道为什么吴宝春会得面包冠军了，为什么？它的硬度跟那吴宝春那个面包差不多，跟那个很大的得冠军那一个，这个嚼劲就跟他一样，对，但是我做的跟台湾面包一样松软，我觉得它不会世界冠军的。这边的好处是，它面包都没有包东西，我的菜不会包那些台湾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但是就是口感偏硬，贝啊，整体感觉我觉得不错，我还蛮适应的。这只是第一天，如果每餐都是这个，应该是第一天的早餐，如果每餐这个，我应该踢笑了。在萨尔斯堡的地铁，现在摄氏温度应该是6度，阴天的天气也是阴雨绵绵呐。现在就要出发去逛老城街，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四周都没有什么商店可以逛，啊，空空的，没有什么商店可以逛。下雨湿哒哒的，要不好逛吧？一来之则安之。走老城区，下雨好不方便哦。现在来散步老城区这边，都没有什么人。这边9月24号办庆典，都有一些帐篷啊，还有鬼屋。现在来到萨尔兹堡大教堂，现在这个老城区都没有人，屋城这样是爱斯基摩人，是不是？后面那个大教堂。阿特的家，他住在4楼，下面也有商店。这服装好玩吗？很新鲜呢。这个衣服好像巧克力哦。莫扎特的家拍完之后，巧克力比较重要。好温暖哦，莫扎特的巧克力。穿过这个小巷弄，古川南，打个招呼吧你。700多年的房子，1286/2009，哇，下雨每个人都很狼狈，拍不到什么好照片。电影才看得到的广场。好漂亮！刚逛了一圈，很多商店都还没有开，没办法买。这里温度好冷，昨天的温度比较冷，看雨下多大。来萨尔兹堡，他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呢都是电车，这边空气好新鲜哦。哒啦哒啦，结束了老城区的徒步漫游，我们车在前面哦，结束这一趴。
好，现在来盐矿的，看起来很好买的样子。等一下中午就是来这个餐厅吃饭，就矿车出来的地方吧，超屌。500年的矿坑，等一下下去里面体验。啊，现在换衣服了，等一下去采矿了。对，重要的是下去矿坑。还蛮舒服的哦。对啊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，就是反射的，有没有？嗯、对，反射的。坐电梯上去了。酷酷，好酷酷。这是很斜的电梯。就我们等下坐这上去，上去的吧。对。他说这个就是最后一站。对啊。嗯对。就这。到了吗？就这样。就这样。谁叫你不坐前面？是你自己要我坐前面的，我就觉得很可怕啊。不会啊，真的不会啊，后悔了对不 对, 对，所以一定矮的要坐前面，气死，就给你帅。当然这个地点真的很好玩，对，不错，一个半小时，对，还蛮值得的，超棒的。对，单纯的谣言。对啊，我要买这个，我买小瓶的，还有这个啊，你的吃草盐， 买小的就好。好漂亮哦。我想买盐灯，知道是220的，回去没搞头。我要买盐灯。吃午餐了，哇，好大的鱼！午餐的餐厅，餐厅没有很大，一如既往的汤都是格格的。对，来盐矿这边吃就是会咸，对，真的标准的。它这边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有盐而已。也有沾下去有，它、啊、本来就是拿来沾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刚好讲没在听。是这样子吗？是，因为才不会太硬，放在面包有点硬。要不要来一个试一下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那你单吃，你先单吃，你就装好容易的。它面包跟早上的面包差不多啊，不一样，就比较硬。口感面包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口感差不多。哇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是我们的午餐，矿工午餐。盐，对，没错，现在矿工进步了。Oh my god， 买零食，来吃真正的德国的猪脚。德国的猪脚。对。你们以前是台湾猪脚，台湾买甲干黄一干，哎，甲干黄一干，肉很软哎，对啊，猪皮脆的，哦，噔，好吃，就好像咬下去都是油脂，不管了就给它吃。可是我觉得猪肉有点像鸡肉，甲干像鸡胸肉。Thank you， 来一个德国啤酒。5.2，我是10.1。好喝，这里黑啤酒。是这样吗？要5.2，现在5.2。好浓。谢谢。啊，恁家的酒贵呀。来，德国黑啤。哎、欸，味道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跟金盛山脉不一样，很浓。没、欸、那么浓嘞。有，它的尾劲比较浓一点。来，生啤。生啤也好喝，这个也好喝。喝到了吧？对，喝到了。下午去的时候就捷克啤酒，又不是德国啤酒。下午就变捷克啤酒。对。喝啊喝啊，没问题啦。甜点，这感觉像台湾的炼乳。这个麦当劳苹果派啊，我爱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这种东西，都已经奶要试试看。对啊。喝个酒压压惊。真的，我很需要。准备离开这个盐矿的景点，真的很不错，超棒的，真的很好玩。餐厅的那个德国猪脚的皮，好好吃，
皮超好吃，好像是我们吃的那个脆皮猪，然后它的肥肉的地方不油，对，超棒，赶快上车了，对，集合了，买完战利品。有一个人居然给我买了一个盐矿回去，我本来要买盐灯的，对，因为电压不同麻烦。现在要准备走到今晚的饭店去，听说有一段路要走，然后又下着雨，对，下了两天的雨了，这个飘飘河太大了吧。非常湍急的河流，超大的，这个街道很可以哦。这是今天晚上入住的啊？对啊，我去。好，我们是十三，对，迷宫下来，又上去。哎，耶，超幸运，超幸运！我原本还在等。龙舍是比较亏你。对呀。对啊，再转，再转，再转。对。哇，好古典哦，里面还有楼梯。感觉大家天啊，空中阁楼不错哎。哇，钢床。我们会不会太幸运了一点？哎，真的多一个小床哎。对啊，加拖鞋吧，应该是浴室之类的吧。这个小房间还有冰箱，然后这个冰箱的饮料呢是要付费的哦，有酒跟饮料，小罐的酒。然后这厕所，简单介绍厕所，这是一个干湿分离的马桶，一般马桶，这是它的备品，然后吹风机、化妆镜，一个非常小的抽风机。这个就是一个放毛巾的地方。这浴室呢，走出去，这个窗户完全是公开透明的，没有百叶窗，出来不能裸奔。好，这是电灯打开样子，哎，好古典。对啊，这好像魔戒，那个欧洲古代场景啊。对，好中古世纪的房子。为什么这个床这么大，就铺这一个床，然后另外一个放在那边？这边我睡的，那边你睡的。为什么不是我睡这边？大兵怎么睡那边？服务员是睡那边的，对的。接下来换捷克币的汇率，一欧元换24.6克朗。哇，这不错，这可以，这很漂亮。这是这三天来唯一看到可以买的那个便利商店。其实我们出国呢，最喜欢逛一些当地的杂货店或是超商啊，看一看人家平常生活的用品，蛮有趣的，有时候还可以捞到一些宝物。至于价格呢，有没有比较便宜，这也不是重点啦，反正出国嘛，方便就好。餐，这应该是前菜吧，还是主菜？前菜，怎么可能是主菜？鹅肝好吃哦，鹅肝，把它剁一剁，变成鹅肝酱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吃鹅肝酱吗？这就是鹅肝酱，你的原型。这是原型吗？这已经不是啦，它已经是组合过的。对啊，对，没有那么大。来，我们酒来了。来啊，干杯！啊，玫瑰来啊，拎来啊！这白酒，白酒，它有泡玫瑰的白酒，还有蓝色的。你是个的好啊，你是个。你不要没在领熊熊，要贵吧？他阿伯来的就拎完，就拎完啊，没在那贵吧？烤肉拼盘出来，先来一个炒饭垫垫底。对，这炒饭一点血都没有啊！哇，哦，贵的。哦，好蔬菜，你看蔬菜蛮好吃的，很好，豆子没有味道。